那，嗯，那你上了一天幼儿园，怎么又不去了呢？我不想去，捣蛋吵了。谁吵你了？啊？女孩喊男孩。女孩和男孩吵你了？对。咋了？拉着你都要出去玩是吧？就拽着你出去玩是吧？不是，啊，女孩要这样，你看。啊。她就这样。拽着你。小女孩，有个小女孩就拉着她，不是，那怎么做？她就这样。啊哈，她就这样。哦，拽你了是吧？对的。那就因为这个就不去幼儿园了？对的。对的。丽娜，你这说话是哪儿的呀？你老家在哪儿呢？啊？你老家在哪儿吗？我老家在哪儿？我是说你，我老家山西的，你是哪儿的呀？啊？你俄罗斯的呀？对。那你这说话声音就好像你是欧哪儿的话音？我是奥地利。啊？我是奥地利。奥，什么东西？其实我是奥地利。奥特娇呀！这崔姐，你能听懂你家小老二说啥吗？有的时候你都得给我翻译翻译。爸爸啊！你能听着呢？我说中文。你说的中文？对，我说中文。中国人，你就说他说中文我都听不懂。Нормально сказать. Вы можете нормально сказать. 完了，记得都说俄语了，媳妇儿。比赛。那媳妇儿，这他说的啥呀？这是？说的他中文不够标准吗？他说中文不够标准吗？老公。啊。还有一个事儿。啊。妈妈开始想你们了。啊？姐姐想咱们了，丽娜。那就玩吧，我的姐。我的姐，那就，哎呀妈呀。